差不多的。哎，哇塞，看，我天哪，这个可以啊，特别完整，也没有断，这种回家吃起来特别补，特别是冬天。这是一个称王，现在的称王特别难找，这个季节也太少了。哎，在这儿，哎呀，跑了，不知道法令爷能不能出来。天冷了，他都不爱出来，看来是没戏了，直接挖他，往这走吧。这地方差不多了。上钻了，一抓着他的头，他就开始跑。哎，出来了，这个特别完整，鼻子都没掉。哎，这是什么情况？嘿，小舅，这个如果说一弄上来之后，你可以打个水仗，有可能上个王者啥的。我就怀疑这也叫卧沙。这是一个千人捏，它的壳特别硬，就是说有1000个人加起来也捏不动它的壳。真不知道它是怎么长的，拍一下看看吧，还是拍碎了，对不起了，我还以为有多硬呢，也不过如此。像这种起包的地方，不是那个发单蟹就是毛壳，看这像啥？是个发单蟹啊，哎，这个还挺大嘞，发单蟹的小爪都特别漂亮，跟那个老虎的皮肤一样。看一下，这个是绝对的大了，得长1年多了吧。像这两个小钳子的话，尽量的不要触碰它，特别是夏天。